朵娜，发光乳霜粉钻瓶。你还会这样抢问头？一二，哦，他那么厉害呀！厉害呀！我没有来过这个夜市哎，好像他目前最火的，他有4000平，有300个摊位，300个摊位的每样东西都是我喜欢吃的，每样东西来这边一定要吃的。这是大特点吗？你有没有推荐我们最好喝的饮料？珍珠奶茶哦，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美食？这个啊。米饭这么多，哇！他完全忘记他是导游。我知道，有点类似昨天在玉山高中的。但是他不是他，我他完全没有跑，我没有跑。没有跑，不跑，该不会要爬吧？说中了吗 ？Oh my god！ 哦、oh ，爬到哪里？不是一直很嫌弃他拍的？因为他那是要短时间的冲刺，我那是没有冲刺的，就长时间的冲刺。没，也没有长时间。该不会是攀岩吧？有点类似。啊？可以吗？那不需要平衡的，因为它有那个绳子把你吊上去。哦，那跟高空有关系哦。哎，对，等一下。我到底该害怕还是要不要担心？不晓得。其实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一点点期待。好玩，那个很好玩，真的。你有玩过吗？我以前上综艺节目有玩过。那我要报名，我当观众。因为我有点怕高。所以我不敢确定我有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个挑战这样子。这么大一个人呢，怎么可能会怕高？导游，我们是哇，这里是鸟语花香哎。哪里鸟语花香？我们好像是一家人哎。这个是什么？两个。那里有很奇怪的。那个不要理他，那跟我们没有关系。真的吗？我们也导游说没关系哦。没关系，那待会儿说话算话。你几岁了，怎么会相信这种鬼话？为什么要你当导游？我跟你讲，我当导游才好玩，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真的吗？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害怕的花甲。我要回家，跟你拼了！人生成就又解锁了，不能讲。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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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很幽默，拍手。对。他们刚刚两个一起跟着我走，懒散的少年们。哎，走着走着就来。教练，哎，好久不见。大家早啊！早，你好你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沙连墩，是沙连墩，不是萝卜墩哦，沙连墩。连了一安连。那我们这边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高空的这个塔哈，我们现在它有4个面嘛，对不对？嗯。最靠近我们这面有一根木头横的这个叫做高空独木桥。那高空独木桥就是一次两位上去的任务，就是你们要互相交错。哦。那对面这个很大很像楼梯，这个叫巨人梯，巨人在爬的阶梯。哦。那这一关它不是。所以他先去试试看。好的。你干嘛一直？不是，因为他最年轻啊。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什么事都做哎。鳄鱼来了，我照样把嘴巴绑起来。哎，我那个时代多可怕啊！胸口碎大石有没有？那个家伙拿铁锤，那根本就是个临时演。这个对你来讲是小 case。不是小 case， 是说我们要做那样子的尝试，在当时做节目就是要这样，对不对？不对。哦，因为你是艺人，他是我没有参加过，女士不知道。哎，你先改情况吧。好，那我这边请。没有。你真的会害怕吗？我可以先试试看，先试试看。你是会害怕吗？欸、你怕哪几回呢？你可以给人家扣篮，给人家灌篮，给人家扒火锅，你真的会害怕？你们眼神其实也蛮可怕的，我很怕被你揍，你知道吗？也错。好，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就是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中间就可以。要不然你爬到一半，你看感觉。先试试看。对啊，对，真的不要勉强。那我们先。
始攀登。嗯，你 OK？ I'll keep my eyes on you. OK. Follow you. Ash, Ash， 有点高了。我觉得我不要看你好了，我看你就会余光看到下面。你不要看我啊！你不要看我。等一下，有点开始软了。我跟着你的速度。可以，那我可以。因为我其实蛮怕高的，然后上去的时候比较是因为那个逻辑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去抓那个啊，好可怕！要转过来这一边。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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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哇！对，好，慢慢来。通常上去就是会有症状，就是你的智商会下降到六十。我爬到这边，然后我到底到什么时候要旋转？因为我们是第一组嘛。那还好，就是侯浩晨他就非常的暖男。他就是越认识，发现他越暖，然后很多很贴心的，就是 take care 伙伴的举动。You're great， 你要往你的右边转，没错，完美，很好，好，往上踩，没错没错，就是尽量把我的目光放在他的身上，跟着他的速度一起慢慢往上爬，这样子。Oh my god！ 好。My goodness！ Oh my god！ 你走的时候会震动。对。我尽量不要那么大力。哦，可以紧一点哦，而且不要太紧了。左右脚靠近一点。对对，靠近一点。好好好好好。我们需要碰到彼此会好一点。好好好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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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成功了。哦，可以耶，可以耶。好好，我不走。可以可以可以。我先发，我跟你说，我先。好。你好棒，你很有力气，有勇气把手放开是吧？好厉害哦！哇，原来这是卧虎藏龙的剧照啊 ！Yes， yes， 红哥，没问题啦，其实 OK 啦，不恐怖，不恐怖。哇，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非常好，那就到此结束，我们转下一个点。哎，不是这样吧？红哥，讲一个笑话，红哥。而且你在上面，等一下晚上帮你送便当上去。这个你这个柱子太小了啦，你要不用大一点的。你生气了，生气了。修设低啦。哦，这个很难走过去。哎呦，阿娘喂，哎，这样脚会抖哎，真的要走吗？我看这边是对的吗？我要看哪一边？等一下哈，等一下，等一下。红哥眼下不想做的事情，他会一直讲话，他就一直在讲说，那你觉得要不要过去吗？那你觉得需要吗？你觉得？那我是觉得，嗯，那还是我们在这里好了。哎，其实我们就差一点点，就这样跨过去，彼此跨过来。他说他不要，还是我们就回去这样，我们 give me five 一下就好。我跟个猴子一样，啪啪啪就可以爬上去。我会在中间没有跟他交错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对他来讲很刺激。我在这边讲，其实我是 OK 的。亲爱的观众朋友，生活就是一堆的挑战。人讲冲未过，吃百里回。穷不会鬼，你就逃累累。都会过去。对，过去。哎，千万不够。没事没事没事。上面还有水掉下来，吓我一跳。轮胎里面有水啊！轮胎里面有水。不是啊，我现在怎么办？现在是一样啊，这样上去。我也是这样上去啊。他会让一边给你。啊对，好来上去。你要有默契耶。对。啊。傻眼，他竟然去说要去上那一个最困难的那一关，红哥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我是 OK 的，加油加油！怎么一直在喷水啦？哎！啊！哇，好湿哦！你上得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什么东西啊？哦！哇塞 ，Hero！ 哇！我们终于见面了！你可以上得来吗？可以可以，我可以可以。好，我要跳了，一好，我们跳起来。哇，他那么厉害啦！天哪！哇，跟一只猴子在爬树一样。我耗着你，耗着你。我只有这件裤子而已啦。本集的最佳镜头。等一下，
等一下，你好，你还好倒下？哦，好冷啊！哈哈哈水怎么冲下来？我真是有点纳闷。对呀、啊，离童哥大概一个手臂的距离，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我真的笑到流眼泪。以前做综艺节目，他就是经常玩这个游戏，很可怕。我觉得有那种小蜜龙，你这么快衣服换好了？没有啦，我就把外面那件脱掉了，那件潮 T。有一度哦，那个水跟瀑布一样。我看到了，我刚好看到一盆水，那个水刚下到你的，你刚好这样头抬起来。而且刚好那个落水点就在你头上，正头上。你是笑棒，因为我在摇滚区，笑我的那个，我离你最近，我说哇，这啪。然后他的脸还微痒，有没有？对，哎，吃一点东西啊。我今天超开心的，确定？你真的很开心吗？超开心的，只能说我完全猜不透，猜不透他，真的猜不透。真的吗？那你猜不到下一站我们要去哪里，对不对？猜不到，你想知道怎么地方吗？没有哎，现在我已经放弃了，我不想猜你了。还是我们直接到，你带我们去，我们就可能就保留。这样我们才有那个惊喜感，哇！可是我要讲，可是我很想讲。那你看，一下又不讲，一下又要讲。我跟你讲，我们去渔港，它那个地方哦，就是有很多那种。很捞海哦，现捞的。我好喜欢玩鱼跟虾哦。走，像腹肌渔港那样子，像竹围渔港。竹围渔港哦，我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所以你可以买完，然后有店家帮你炒。对，这个好，新鲜。你要吃什么你就自己点没关系，不要客气了。直接买就对了。对啊，好，别管你被按那 C。那我们一起走吗？对啊，好啊。哇！啊，对了，啊，我想说这次的旅行啊，我想说我们可以来想一个一道菜，我来料理。哦，你很喜欢料理。真的吗？那你会料理什么？你的擅长是什么？我都会。海鲜你，可是你甲壳可以。反正你们就出，好大，你们就出题给我。我跟你讲，海鲜要弄到难吃真的很难。对，只要新鲜。海鲜是海鲜，但是你如果搞砸的话，你会一败涂地。我就那招牌就砸了。其实你用蒸的就都好吃了。对啊，因为来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讲，给他一点展现的机会。导游，今天你决策了，那你就吃这个炒海虾，那这个2斤350给你，2斤350，我们看一下一斤的量多少好不好？一斤的量，我真的，好好哦，这边往这，海虾钱啊，你们喜爱蒸啊，做干啊，拢是做干啊啦，往这，啊50块，50块，哇，我们刚好很多零钱，刚好很多零钱，贵钱，可以给你零钱了吗？多谢林先生，感谢林先生赞助。啊，你不需要买一些那个吗？葱姜蒜那些也不用买。不用，在自己别的地方买。我们等一下，我们买一买会直接去那个餐厅。哦，去餐厅。他可以跟他。我们有一些料理是可以请餐厅帮我们料理的。对，有一些东西就是在这边买，挑我们想要吃的食材，然后去那边加工。一斤1100哦，哇哇哎哇，一只300多块。我说我要想吃，那我们椒盐好好吃，要不要买2只？我想吃。你斤算两个哦，一斤偌济？1100，好破音，一只1100是不是？1斤1100。哇，可以吧？怎么突然觉得说好像有点奢侈？你别讲这样。我觉得我们挑3只这个好了。这个是叫什么？小龙虾。青龙，你小心，要抓它的尾巴，屁股，那就挑3只呗。嗯，三只，跳，是三家一起成功吗？挑3只，差不多了。哎，你们三个围一圈，你们三个围一圈这样。好，脸，你不要再玩，脸靠近一点，然后来1、2、3。哎，厉害！啊，你开始要画小妹妹。哈哈哈哈哈哈！
他都等我啦。蛋底的。他也是。我们要叫买个什么鱼吗？买个鱼来料理。种类很多的。下面一样哦。龙胆石。猪料烤架。你要你会做清蒸的吗？你要料理是什么料理？都可以，你不用管我。我们每次问他说，哎，哪一种是你觉得比较好料理？他永远都回答一句话，没有关系，随便你们买，我都可以。这男生真的很不错，很厉害耶！以后嫁给他的应该蛮幸福的耶。如果说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嫁给他。我希望女孩子可以找这样子的老公，上选的一个好男人。好，心满意足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哈，开始料理喽。那边料理，好，那边餐饮区去那个待客料理。对对对。来，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你好，欢迎光临。哎，老板你好，欢迎光临。你们今天怎么料理呢？这是翁啊，哎，翁啊，我这边安那种烤架。我安那是建议用蒸呢，还是要用清蒸都可以。煎的或蒸的，看好处也行。嘻，我要准备了。哎，大展身手，吃一出走便知有没有？有没有？我觉得应该会跟主厨的味道有很明显的那种差别，差一点，除非他弄得很重口味，除非。你想进去主要是因为肚子饿，对。我觉得比较快的应该就是那个清蒸类的。清蒸类的。清蒸也是要时间呢。上菜。阿吉后辈啦。不好意思，没有啦，我是喊给浩辰听的。上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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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有劲。厉害了吧？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怎么了这个？来，这个好，上菜，来，掌声鼓励，好棒，哦，鲜鱼汤啊，好，来，先吃，你这么快就煮出来？这里面有是你炒的对不对？不确定啊，就是我们最后吃完，大家来猜我煮的哪一道？这个一定不可以吃它，因为这没有什么功夫。现场尝看，现场尝看，那可以开动了吗？开动，耶！绝对鲜甜的，真的哈。要喝个热的。来吧，我先来个生鱼片，好吗？好吃吗？好吃。哎，它的九层塔没有放很多了。没关系。好香哦。哇，鱼软好好吃哦。好吃，一直讲到我家。哦，谢谢。我要先来烹你们玩，就爹。我平常不爱吃炸的，但是那种新鲜的就因为在地的地方很辣，真的很新鲜，很薄，负担不会很重。你老公会叫你煮东西给他吃吗？不会，因为你也不会煮。不会啦，不会啦，但是不会啦。你的拿手菜是什么？我上次开玩笑的那个豆腐吗？豆腐凉拌。哦，凉拌豆腐。然后加酱油。这个你都会了吗？但这个我不会，拿手菜。你会吗？这个？会啊，这个很简单。这个很简单。这个呢，主要是你要有器材，对啊，你要烤箱够容量够大的烤箱。没有，有些是味道要出得来啊。可以啊，如果新鲜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像这个葱姜蒜这东西，器具是 OK 的话，其实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自己煮饭？就我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跟在妈妈身边，然后妈妈料理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打蛋啊，然后跟前跟后，然后有时候假装翻炒一下这样子。你妈妈？对。我妈喜欢煮菜，甚至小时候比较不喜欢玩，喜欢跟在妈妈身边的。对，然后常常会喜欢跟在妈妈旁边。对你很好。嗯，她应该是很孝顺的小孩。嗯。我刚刚就是你们大家在外面，我们各自活动的时候，我经过她旁边，还听到她在讲跟她妈妈讲话，对不对？你刚刚有跟讲电话。嗯。但你妈妈跟你差几岁？我妈今年五十几，快六十，是肚子。她大我两岁而已。肚子大你两岁。对啊。我属小蛇了，小蛇，我也是，不是，我是蛇啦，是蛇，两位自己瞧不起小龙，我也是小龙，属蛇啦，属蛇啦，你也是蛇，对，你小我十二轮呢，没有，十二轮，十二轮，两轮，两轮，两轮吗？
那你应该不是两轮、对耶，我也是蛇。哇，那你妈妈好年轻哦。妈妈算年轻，像我妈妈。然后现在她自己在做生意，她要卖臭豆腐，还是一样啊，真的就是喜欢料理，高手卖臭豆腐，高手对很厉害。因为臭豆腐你要先腌，再来帮你们上个菜咯。我们的红烛大师大哥特地要求了，好的，汤诶明虾，好，你们慢用哦。好，谢谢老板，谢谢你。哦，我很喜欢这个糖醋鱼的味道，烫哦，小心。好甜，是肉好甜，不是上面酱好甜。浩辰的味道应该会有点小调皮。刚刚浩辰有特别的跟店员，就是又要了那个胡椒粉给那个大蛙手，你觉得是大蛙手吗？我觉得是大蛙手。可是我觉得他蛙手少一个味道。那个味道。高蛋白更纯旧。那所以你认为哪一个？我觉得不会是大蛙手。不会吗？有可能是这个。其实这我也有在想，其实是蛇。西施蛇是他弄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西施蛇的，老实讲，他的口味没有那么重，所以这绝对不可能。这个如果是他做的话，我就买一只给他送你。不可能，这个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三个都选这个。所以这里面只有你知道你自己煮哪一道对不对？下好离手吗？我们猜这个，你也猜这个吧。请公布正确解答，五、四、三、二，公布。我的想法比较单纯一点，这一道料理就是可以展现炒工，小辣就好。九层塔可以多一点吗？好喜欢九层塔，谢谢。三。公布！你们真的好厉害哦！可恶！是不是我想的？你是不是弄得比较淡一点？对，我用比较清淡一点。可恶！对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一般吃的那个海瓜子，因为我在炒的过程中，那个师傅有说要加多一点辣椒。对，但我考虑到。我们可能没有吃那么辣哦，因为你也没吃那么辣。对啊，你也不吃，你也不想再吃那么辣。我想说，好辣就不要加太多好了。没想到肉酥破绽。对啊，那还不错。你看，我们这算是懂吃吧？懂吃打吃。吃到那个西施蛇的时候，我就哎呀，那加价就不对了。经过了红哥一提醒，就发现哎，确实。那个西施蛇好像有一点点的线索，感觉不是这里会煮出来的味道。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就是还是很好吃，还是很贴心，因为他知道红哥不太吃辣，所以那个口味可能辣椒没有这么多，对，但还是很好吃，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哎，没想到姜还是老辣，我还得多多学习。嗨，正兰，我帮你调一下你的麦。好哟，小丽，谢谢。杜拉斯的行程安排得很不错呢。对啊，红哥是美食老饕啊。我跟你讲，今天美食还不止这样。真的假的？真的。那我们吃一下这个。什么东西？哦，这个呢是烧烤 ABD。因为其实我最近很常偷偷吃宵夜，就是照顾小孩一整天很累嘛。但是呢，只要吃了这个燃烧小蓝跟燃烧小橘，就不怕变胖了。而且里面配方呢，媲美 TRX 核心运动，可以加强五倍代谢。午餐前吃两颗小蓝，然后晚餐前吃两颗小橘，就让我坐着就可以燃烧代谢。难怪你怀孕之后生完小孩色彩维持这么好，怎么样？也是很努力。好，这个好，谢谢。去一个你们身为台湾人都要知道的一个民俗的地方，小说一讲你们就知道了，就是很多庙会里面的那一些正头啊，我知道，哎，我大学有学过，哎，九天，九天，我们有在那里拍，
就是我们有拍过，就是在那里拍啊，对啊。但是地方不一定是那里吧？那是他们总部。我们在那边休息啊。嗯。哇，女飙仔，女飙仔飙车了。我真的是飙仔。我的那个开车上驾驶座的反差，就是我本人是很慢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车就会变快。金牛座这样。是啊、哦。真的，金牛座，而且金牛座像我老婆一上去就开始写写样。看怎么开那么慢呢、啊？真的是叭叭叭。我也喜欢开快车。我都快，我都快。我觉得来你开车就，我们车上两个男的其实也没办法休息。我尽量保持冷静。前后两个都非常，一下有一个要提醒你路，一个要提醒你跟车，一下子要告诉要哪个开关。然后有一个问说：“你要不要吃口香糖？”清醒，你想我清醒，对不对？团长，哎、欸、哎、欸，你好，哎、欸，你好你好你好，哇，久仰大名，啊，我今天你有专工，安台北哦，传来台中啊，体验一下咱台中的在地文化。那咱恁这九天玄女即嘛，最有名的，酱肉，酱肉，我跟我无关的。我这团就是先有庙，才才有团，正道是先有神，先拜神，然后才有顶头，啊有顶头。把转换为这个表演艺术哦，哎，就是提升台湾的民俗艺的文化。只只刚刚办代志尔。哦，啊，所以我们今麦来要体验一下，啊，咱要去隔壁拜。系，咱来隔壁。好，来，麻烦你传过。好，来，乌姐来。来这边化莲。化莲。老师好。师好。哇，这个莲谱应该很多都有意义哦。哇，每个莲谱，每个莲谱都代表一个神明，那不能乱画哎。对，那我们那我们是怎么办？我们画半脸吗？没有，我们今天纯属是艺术体验，所以是艺术体验是 OK 的。好，那但是我们今天就局部画就可以。以前哦，上综艺节目的时候哦，画脸都是一种惩罚。是吗？对，你没有被画过脸，对不对？没有。哦，有的时候在你额头上会画一个那个王啊，对，王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有四个，对，我们选一个，好，没问题，来接受这样子的惩罚。对啊，哎，也不是惩罚了，体验啊，体验，体验。哎，真巧，我这里刚好有四个名单，那抽到的人有这么巧，这么巧，抽到的就随他来，就请他来画，通通交给我们的老师了。老师抽，他抽到谁就是好，因为我抽不准嘛，我一抽一定会抽到。很好猜啊！你们来来来来，得奖的是，哎对，有点紧张。哦，谁？哦，他看着你，他看着你。如果是你的话，我代替你。好啊，啊，都好。如果是你的话，我代替，我也代替。你想问，没关系。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是我的话，你代替我。跟你不一样啊。哎，要这样吗？要不要？好好。那所以你到底代替了？你已经看到答案了。谁看到答案？你已经看到答案了。是什么啦？很明显吗？来，你公布一下。红苏拉苏。就是你。怎么会这么巧？所以是。我就说你一定会抽到我啊！是每个都有吗？还是四大都是红苏拉苏？这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啦，但是我就是喜欢玩啦，因为我已经看到，我才跟浩哲讲说，如果抽到我，你就代替我。不对，事有蹊跷。哼，不对哦。哎，洪哥，你是不是已经看过这个不准吧？哎，我的脑袋有那个智商有拉高了一点。啊，你要跟我介绍一下你现在画的是？我现在要画是什么样的脸谱？就是那个八家将八爷的脸谱。八爷，它的一些元素就是。八爷不是那个七爷八爷那个八爷。对对对。八爷不是很矮的那个吗？哎，对。七爷。七爷很高。他很多自我解读哎。七爷是高的。对啊，八爷矮的。你很敏感哎。哎，不像八爷。安静一点，然后根本就没办法动笔。真的很好笑，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怎么有一种非常开心的感觉。现在我马上就起床。啊，那有啊啊啊啊！好赞了。一刀调整再告诉我。不要，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就好。
你可以帮我按摩一下脚趾头。脚趾头哦，脚趾头要先洗过了。对啊，是要先洗。好，现在按的是胫前肌。今天一整天的行程下来，那我就不要去别的地方按摩，叫你按就好了。今天晚可以啊，可以啊。一节8000。你会画画吗？还不听我讲话？现在很专心，现在很专心。那很美。是我好美还是他好美？姐姐，你的脸也很美。好，我知道你要画什么了。哇，真的好美。元宝。哇，她真的好漂亮哎。哇，仙女哎。仙女。这张好看。对啊。哎，这张可以把它弄成。对，很好看。哎，不晓得人他以为他是个阿拉丁神灯呢。真的。就少跟那个。就整个握把而已。把手就好了。我放这个，哇，这个不太好控制哎，哇，好痒啊！而且那么大一个脸，你不去画脸盘，你画鼻子最痒的地方吗？我两边都写，我鼻子能卖你啊！画别的地方啦，这很痒啊，这很痒啊！情境都我已经点上去，我已经点上去，你让我爬画，还是我还没画，是流鼻血这样就可以。我好痒，真的好痒。哎，你不要一直动啊！你不要一直动，你不是真的好痒啊！哦，你们那个牙签之类的东西，我要吐解了，我告诉你们，下面门槛我吐解了。来，这次给你，你反面。哦，完了，好了。啊，哇，哎呀。好特别哦！你那是流鼻血，然后一直跑，那整个往后飘的感觉。好漂亮啊！我找人挖的。可以帮我打那个红哥的鼻血吗？然后上面就特效，红哥在奔跑的过程中，鼻血还在流，然后这样飘。想说刚刚在那个下面看到那个樱花树，老婆很喜欢，真的好漂亮，加一点象征性的绿意，哎，你真的很厉害，你比浩辰好多了，浩辰在画什么东西啊？这是感受性的。我觉得今天我给自己的艺术天分打满分。哎哇，帅哥，你哪干呢？因为我们有来要做一下体验，你看我讲话会不会不习惯？不会。那太好了。啊，那个太子牙五官固定的那个步伐，我有一些比较基本的舞步。我等一下会先示范大概2个8的简单步伐给你看，好，再来练习一下。对，好。会很重吗？我们要先不会，不用。那有减轻。哦。对。那你先帮我们示范一下。预备哦！很棒呢，音乐。5、6、7、8。顿时觉得自己好像在迪士尼乐园打工的感觉，就大家都就画面你看到真的就这样子，就这样窄窄的。中间其实在跳的时候我有一度想要蒙混，想说会不会其实我这边这样动，大家也会觉得我有在跳，因为看不到我的脚。但后来有看到经纪人拍的影片，就会发现还是看得到脚的啦。体验是真的还蛮好的，因为我看了那个影片，其实一个人穿上那种神明的那个大头啊，有没有？其实这每个变得好活泼，而且变得很有朝气，很有活力。我那一次是什么三太子，对不对？还是对，三太子。啊，你再多皮啊！他们一直说他们本瘦了。你干嘛逼他？对，这样子。他这样子，实际就是这样，要去那里就去那里。他有时候直接跑去旁边，你们在干嘛？放屁！对。我们节目已经录到这么轻松了。对啊。我说你干嘛？不要，他在放屁啊！我荣登第二季屁王。因为他自己有时候很多东西忍住，对身体不好，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在？娘娘面前讲这些，没有啦，我们就实际秀。
气势，这样不够。真的、啊？对，我们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哈，都靠这个喊声在跟人家输赢的，所以要把那个内心的不满都喊出来。想象你在骂脏话，可是不能用真正的脏话，只能用喊声。对，是这样子。对，还是我们来练习一下，我们练习一下喊声就好了。自己一直还蛮想接触鼓、打鼓这件事情，今天是我第一次碰，所以我今天有点用力过猛，现在这里有点痛。鼓的声音跟打出来的大家的那个气势，就是有一种好像全身上下的疲劳跟疲惫都在那个鼓声中有一个 release 的感觉。真的不简单哎，而且又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传承这个民俗技艺。然后让这个世界上更多人看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哦，真的有他们真好。店长，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去吃好吃的？对啊，等一下要去大吃大喝。哎，你是不是要吃小菊啊？不对，不对。谢谢你提醒我。不会，吃了吃重要的小菊，吃完等一下就可以大吃大喝。等一下，我们到那个夜市，想玩就玩，好，想射气球就射气球，真的吗？真的，捞金鱼就捞金鱼啊！哇，好，那里有这些吗？然后我们就会去问一下路人，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必吃的小吃是什么？反正就是我们访问的观众讲什么，我们就要买什么。对，所以你哦，真的，所以你要很小心的问他，问你说我要吃一个虾卷，你就挂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不能挑我们想吃的东西，是要用问的。你挑的话，你可以用眼神去示意他。比如说，如果来你们夜市，这个是不是必吃的？嗯，他都不懂就是你的命了。好，学起来，学起来。耶！哎，我没有来过这个夜市，哎，它是新的吗？它是新的，好像它现在是最火的，最火的。而且呢，它有4000平，有300个摊位，300个摊位的每样东西都是我喜欢吃的，每样东西，我就不信你吃得下去。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夜市啦，安妮很喜欢吃这里的，首推来这边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春卷吗？对啊，你看，好的。我跟你讲，因为春卷是他们这边算是很好的招牌。哦，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吃过那圈子里面，它有包好丰富的。然后那个本来会以为是润饼卷，可是它的皮又是很脆的。然后我们再去吃，就是那每一口的那种脆度啊，你就觉得哇，讲好家。那你又没有从来没有吃过，我觉得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对我来讲就会有新的惊奇。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今天蛮大的一个收获。哦，你够好家哎，好开心哦。这里的饮料好不好喝？好喝。哦。那你有没有推荐我们最好喝的饮料？饮料，哎，你们推荐的什么好喝？珍珠奶茶，谢谢。哎，现在猫好可爱哦。对啊，逛的开心。好，你们逛的开心，谢谢。谢谢。猫好可爱哦。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美食？这个啊，这个好吃吗？我们觉得，你们觉得很好吃，好，那就这个喽。还没分这么多，哇！老板娘，这个，谢谢。不用招待我们吗？谢谢吗？他招待我们吗？啊！我招待我们。招待我们，谢谢。你好。阿姐，我谢谢啊，谢谢。我拍谁啦？我有钱啦。那我输了啊！来，快点！哎呀，快点啊！套来了，那不行，没有来，一下就要给钱了。快点！哎，这样子我们很不好意思。对啊。那你看一下，我们帮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没有，没关系。都不用。生意太好了，他真的不需要。还是我弄一碗给你吃。
就是发现，哎，这是不是红哥的日常？然后大家就是都会把他当成自家人一样，所以就是都会很热情的寒暄，就觉得很可爱。他们一直在叫我说，哎，洪都拉斯，洪都拉斯，然后大家好像是很熟的朋友这样子。那我们在回应他的时候，他们就哎主动的就不要收我们的钱，这是对我来讲有点真的很不好意思。大家都很热情在招呼我们，一本我们没有光顾这一间店，然后这些老板们还是很热情的招呼我们。啊，我二十八强，谢谢啊，谢谢谢谢。猪撞墙，猪撞墙，猪撞墙，这是什么？猪，猪，鸡屁股。真的好热情，好多店家都好热情，然后就拿到我面前，然后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也就是非常谢谢他们的对我们的喜爱，然后请我们。我们放一起，好，跟那个黑暗，吓我一跳，我要喂你吃，把枪过来，要把我给吓死，这是什么东西？刚刚人家招待的猪撞墙啊！对对对，你怎么知道？你刚刚听到，刚刚听到，你刚刚听到是不是？虾子可以吗？可以啊，对你不能吃。对，就交给你。它外面是猪肉，猪肉，然后用虾子，所以叫猪撞墙，蛮特别的。又是，怎么打啊？三点为一线。哪三点啊？这个。对对对对对，还有你的眼睛。哎呦！哎哎呦！哎，很有道哎。下一下，我还打中一个而已。哎，这很准呢。哎，瞄哪里打哪里呢。哦！我们要去当狙击手，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自己那么厉害，我也觉得很怪。可是因为他那个枪其实是有一个瞄准的方式的，就三线变成一个平行线的平面这样子，哎，真的还蛮准的。警官来了，帅气的。哦，太帅气了，太帅气了，哇，哎，他厉害，第一次打，摄影机在拍他，很准哎。我又完成一项，这个也是我一直很想在夜市做的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今天就全部打中，还蛮有成就感的。叶子姐姐超强的，一次就全中，超厉害。然后我们在打的时候都一度在那边怀疑说，真的是我打错了吗？还是老板其实少发了子弹在里面？哎，发了吗？你为什么要漏？你是不是少装一颗子弹？到最后一颗的时候，我神经可能抽了一下，啪，提早射了。你这样怪怪的，那个 BB 弹就射出去了，就是哇，留了个遗憾这样子。厉害，原来我发现你真的是适合当女打仔。对哈。对啊，你枪法那么准啊。有一个教官，我听了教官指令啊。嗯。三点为一线。这个。还有你的眼睛。有教官吧？不少威哥。大鱼儿归。对。拉惨。那他今天应该，你觉得今天很充实？满意吗？满意满意，很充实啊。因为我觉得对你比较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那个高空的，很多女孩子都不敢尝试。哎，其实我真的不会，说实在话，我反而就是昨天的滑轮，我真的害怕。嗯，对。但是今天的我不害怕。所以你看，就是你的滑轮害到人。好，检讨检讨。没关系。呼叫呼叫，滑轮永久取消。叶子姐的活动以后永远没有滑轮，滑轮拿掉。谁再拿回来？你现在到底要跟谁讲？可怕！不知道跟谁讲。好可怕！嗯，我现在开始。不过我真的觉得他那个经典画面逗乐我，好开心。今天我就在旁边，我是摇滚区的，啪，我就狂笑。哦，好棒！开心。对，一定会很开心的。对啊。啊，拍的蛮好的。宣布一下，明天。明天早游。大人是谁？啊，嗯，哇，老板还有招待哦，啊，谢谢老板，谢谢。哎呦，啊，这中这鬼人哎，这样也料级啦，不会啦，这个是一个，谢谢谢谢。哇，这是连烤鱼吗？对，哇，这个很经典，这个经典的菜，鲈鱼啊，谢谢谢老板，哎，各位观众，哇，哎呦，好厉害，好会
盐烤鱼就是这样吃，是吗？对，它、啊、这个皮不能吃，因为它外面是盐，原来如此。对，然后这个肉非常的 juicy， 它的水分都锁在里面。跟它出来真的还不错呢，真的会，因为它会煮菜，处处被照顾。最好吃的。你要给我呀！这个是最嫩一块，一个。哎，鱼真的好吃。对，很嫩，很棒，很棒。哎，明天是换谁啊？汤匙，不知道。我们讲，明天他们家其中一个。明天的导游是谁？对，明天导游是谁？是你啊。嗯。完了，我放心了，因为他说我他的那个行程都是非常轻松的嘛，感觉是超轻松啦，不用脑也不用体力的。哦，太好了，我们需要放空一下。放空行程，我们这两天用脑都用太多了。我们就真的放松一下。那明天可以晚一点起床吗？但是，对，虽然要放空，但是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明天呢，我们有 dress code， 麻烦把 dress code， 就是有一个装扮的主题是比较复古风，去那个地方打扮成那样。然后，昨天我不是有买了一个拖鞋的礼物吗？对，那就代表明天也请把拖鞋带着。完了，明天要带拖鞋，按着拖鞋走那。我们不是交换，你有交换礼物了吗？那你要再帮我拿回去吗？不用。人家多大气，把这个要送你的，因为他用那种拿手男子汉大丈夫的个性，他又不喜欢娃娃，所以明天就这样子啊。那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因为很简单，今天起来很轻松。今天起来应该我觉得也是差不多吧。今天好好睡觉。他有的时候要先讲，因为我真的只穿那件衣服来了。我现在里面只穿那件衣服，他们也不知道会有水下来，会有那个水这样子脱下来。以后哈都要随身携带一件 T 恤。不管有没有水下来，背着总是好嘛。要不然我真的很冷。对呀，那你明天要带换洗衣物吗？是假的。有可能会弄脏，有可能会弄到水，有可能。是干净的吗？什么？我问到你，我很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在哪里？你可以饶了我，你忘了我已经被你影响到，我真的不知道被卖了。你在跟他讲话，他就是简单两句话，我在跟你讲话，我已经不想跟你讲话了，心累。哇，这好饱满哦。今天有睡饱吗？没有，我今天也睡过头，来不及吃早餐。你吃了吗？哦，我刚好要吃我的早餐。哇，你有准备什么好东西啊？这个是低卡奶昔，是在韩国超火红的代谢奶昔，叫做 Free 面。这两种酵素呢，可以帮助体态变漂亮，而且重点是还有非常多的营养。然后它非常的好喝，我这个是焦糖玛奇朵的口味，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种口味，我常常会就是轮流喝。嗯，哇，真不愧是女明星，连早餐都这么讲究。我这边还有很多包，分给你们喝。等一下上车前，赶快去跑一下。来，哇，这奶昔光是包装看起来超级好喝哎，谢谢。这个冲泡真的超级快的，还有很多的营养能量。哇，谢谢谢谢，那我们先去忙了。好，这样，拜拜，等一下见。早，哇，千呼万唤始出来。早。Good morning。今天我们的昨天累吗？好累哦、喔。好累吗？我真不晓得为什么回去就躺着就睡着。真的。哎呀，好累、喔。莫名其妙，不知道谁排的。然后手也累，然后喉咙也累，我现在讲话有点烧心嘞，就是那个最后那吼一声，我吼得太大力了。我现在开始没有办法。好，没有关系。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行程。今天的行程让大家很轻松。太好了，超轻松。可能就是不会轻松，我觉得。才不会。我第一站要带你们去一个对我来讲比较有情感的意义在。啊，找寻你童年的回忆，对不对？是是是。那那里有一个我每一次回到台中都会想要买回台北的一个有点古早味的甜点。好，走，出发。
这个我要介绍一下，就是它是台中地区最大的观音庙哦，然后它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哇，乾隆年间建立。我以前小时候，我的寒暑假跟常来外婆家，外婆家住在这附近而已，所以我等于小时候有时候常常就会在这里附近绕，然后。外婆以前还在的时候，也都她几乎天天都会来。对呀，对，那所以这对我来讲有一些那种儿时的很珍贵，对我来讲，想到的心里就会暖暖的记忆。我觉得我走的是感情路线，跟我小时候有关的，勾起一些我不一样回忆跟感情的地方，有点说是怀旧，有点偏向复古的行程。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在这里，就是常常在这边。然后其实你看这些人，姐姐也好，婶婶也好，在这边，其实你看他们都是很虔诚的，有没有？然后变成每天，对他们可能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会让他们的整个生活觉得好像是心情很有安定感，很平和，很平静这样子。叶子姐的神情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感觉就是来到了一个他好熟悉，然后充满回忆跟故事的地方。你看他在拜拜的时候那么虔诚，他教我们怎么样走到观音妈祖的面前，他的那种方式，就会想到说他曾经在这个地方成长过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这附近有很多好吃的，包括这边有好几家很有名的米糕，也是我每次回来会吃的。是童仔的吗？对，当海蜜哥，我好喜欢吃，好好吃。还有一个也是我一定要吃，而且我一定要打包回家的。就在打包回台北的，而且就在庙前，所以很快，我们现在就马上去。好，今天有开对不对？古早味哦。以前他在树边，然后我们都是认那棵树，然后跟一个阿婆。真的哦。对。然后久了，结果大家就那一家就。很自然的讲说，哦，就是那个奇瓦卡耶阿婆，来了就到了。奇瓦卡，你没看到后面那棵树吗？这边一定要吃的，分别是粉圆、乌桂跟绿豆，都是我喜欢的。那我说我一定会带回家的是这个乌桂，乌桂，我也超爱乌桂的。真的吗？真的。哇，乌桂好 Q， 我真的流口水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吃冰都吃昂达乌桂。所以你也可以接受。我觉得就这个就是荤桂，是吧？这个荤桂看起来很好吃。对，这个不用怀疑，这我就挂保，我就挂保证。然后，但是你看到它的粉圆，它是那种古早的那种，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珍珠啊、波霸。我好喜欢这个荤桂的味道。其实它荤桂哦，我觉得哦，有点像新港鱼。你知道什么？新港鱼哦，我知道。新港鱼，我最 QQ 软软的，好好吃哦！我跟你讲。大家，超好吃的。基本上味道、口感已经就是达人水准的，所以可以吃到就觉得很幸福，然后吃到甜食就是会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古早味这样子的东西吃起来都会有蛮感动的，尤其我看到那个阿婆，其实我就真的认为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家人你哪要不吃，就是树下卡老大阿婆阿芬妮。我知，我食到大汉。嘿，我食到大汉，较早就是你啊，嘿。阿婆，你今年几岁啊？你看咧，你是咧，你看咧。你电视台。嘿，对，红布拉斯啦。哎，国电视一碗红来梅啊，就。哎呀，伊是爱食红来，伊爱食红来。竖起嘴，你想要吃梅子啊？哎呀，红哥竖起嘴，梅子的。哎呦，好好吃啊！对，我没吃过这种梅子。啊，你们两在跟我讲爱馋梅啊？哦，就好吃呢。他已经一把年纪了，还心心念念的，他一直依赖生活的求财的工具，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很感人。就是他一直也不会放弃，说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始终如一的心情，在这个庙旁边，我就觉得还蛮感动。那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来到紫云岩一定要做的事情，而且它是真的好吃。我介绍人家吃，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喂，黑水枪头家冒爹不？啊，安内哦。
啊，我叶玄真呐。哎呦，是哦。嘿，嘿，拍摄因为我伫个观音坪遮，啊，想讲看麦啊，你遐有开无？我即马就伫边啊，想讲过去看麦啊。忙紧，忙紧。好啊，哦，真的吗？好啊，好，好，好。好，多谢你。好，那我们现在过去哈，啊，安尼我先过去，咱再讲哈。好，谢谢，谢谢，拜拜。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一个米糕店，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备，他们现在正在备料。对，就是这里，他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开。哪个汤呢？现在大概还有十分钟左右，他们才开门。哦，可是已经在。对对对对对。我没有一大早来过，但是因为我都为了要买那个扁食回台北，我就会喝一碗，然后叫他们把那个干料。你脸上的那个笑容。他跟第一天来的笑容是完全不一样，回到自己家乡，对不对？嗯，这是他的主场，轻松自在。对啊，也不是主场，就好熟悉，就觉得感觉就回来了。嗯，然后可以很认真的告诉你们，他哪里好吃，然后真的一定要吃。我们真的是有缘，第一次到了月子带我们来吃这么好吃。对啊，我光想我就觉得好吃。而且每一次我带艺人来吃，他们通常会吃很多。所以你刚刚说你们两个米糕分一半，我说应该不够，你们应该会一个就把它吃完了。太厉害！展现一下了，展现一下我们的食量。我们一人吃五个来比赛，蹦蹦蹦大胃王。那好怀念的味道。你们是半开派的还是不半开派的？都可以，我会把它就边边这样子，有一些白油。我拌一下，我因为拌。我觉得那每一颗饭粒充满了它的佐料，我觉得那个才会吃到它。然后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卤肉有没有？嗯，其实是入口即化的。对啊，晶莹剔透。嗯。嗯。啊，头啊！你来呀！啊，你还好不？老板娘你好。你想要去？阿杰嘛？你想要去？洪都拉斯。要一种鲜的。哦，你刚刚朝来追你呢。哎呦，我唔好怕。收走了，收走了。我来给你请啦，还是我来给你请啦，我最好用的哦，奶茶我都变了。我来给你请，给你倒数，好不？好来，啊你身体也健康哦。哦，好，你去休困哈。哦，头家妈，这米糕真正是乌鲁盖得劲呢。啊，你讲叫人买来吃，这怎啊吃三碗呢？好啦好啦，好，你无用，你无用，别讲讲啦。真的很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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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难吃哦，真的好难吃，我先把它吃完，要不要让你们知道？哇，好难吃哦，把你们叫来吃，太难吃了。前门五汤，五汤，我都快吞不下去了，好难吃哦。我觉得住在那附近实在太幸福了，他们能够吃到这么秉持一贯的做这样子台湾米糕的元素，然后他们又滚了那么久，然后那个馄饨也是，哇，那皮真的好薄，太油太多的，让我吃到觉得说哇，感觉就住在他们家隔壁好了。就觉得吃的这方面真的可以满足我，掺在一起那个卤汁，哦，很厉害，而且又是因为叶子姐的关系，我们才有这个口福。叶子姐是一个好导游，以后不能跟叶子出来了，太饱了。其实我是吃货，我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去找吃货。你也是吃货，我也是。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发到一个。那个地方我没去过，说实在的。哦，是的。哦，然后，但是它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农场形式的地方。农场。对，然后可以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我们这种中部人，他们生活可能对他们可能会做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事，其中一样就是古时候很多人会去做的一个控窑。哦，喜欢控窑。你喜欢哈？喜欢就好，因为本来啊，我个人本身对控窑这件事情，其实我没有太大的兴致，我必须说实话。烟真的很大。哎，我在想说这一次会不会跟你们大家伙伴不一样，就有不一样的心情。对呀。那控窑需要一段时间。对。在时间当中，我可能就安排你们做另外一件事情。大休息。我真美，不要这么无聊。哎，刚刚吃那么饱，是不是稍微运动一下？那种菜包柜，可是不知道怎么做。菜包柜，我们自己来做做看。喜欢喜欢，你又喜欢了。你真的好文艺哦。菜包柜是什么？对啊，菜包柜是什么？就菜刀柜不一样。对啊，其实它有一点像我们常看的超啊柜。超柜里面好像是包萝卜丝的。对。
刚刚先预约，但我不知道那个老板准备了什么食材。给我们 surprise。对，这是他们已经 setting 好的控窑，应该好控。没有，他本来这就固定都在这里、啊。他已经帮我们弄好了、啊。他已经弄好，我以为是要弄个水泥。你到时候水泥要盖上去啊。我以为是连砖、哦，你要把它封起来嘛。哦，难怪他控窑就其他人可以去做。这个在冒烟，它里面已经在闷食物了。哦，完全用闷的，把所有的味道跟水分都锁住。对。等一下生火啊，那你们挑战一下，我们用这个火柴生火，够扎逼耶！因为这个黄辣味其实对他讲他蛮熟悉的，真的。好，我们灌汽油加一支黄辣味，我心情若无好，我就想要控油。我若控油落去，有好食无食，挂停啊！一个人要担任生火组，另外三个要担任捡木材的木材组。那你们两个谁要生火？红哥是生火，我是 OK 啊。好，他生火，我总先点。点起来需要一小段的时间。哦，其实我不用一小段的时间。几分钟？我差五分钟我就会生的。好，那我们继续捡木材吧。好，那我们木材我们交给你喽。这边口令，好，好，来。加油。要乖乖哦。五分钟哦，来了，我们到了，你一定要升起来哦。这样子升得起来吗？好像有点困难呢。木材这边，就在这里哦，就在旁边而已。那要剪多少？红哥啊，他是用火柴生火，所以你第一趟木材要剪粗粗的还是细细的？细的，细的没错。所以你先第一趟先剪细细的，然后后面的才是剪粗粗的。要多少？要很多很多。你们可以先去选木材，我等一下拿装备给你们。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很细很细的，先挑细的。那像这种呢？这种很细，可以可以可以，这可以，就细细薄薄的，很细很细的。因为我们等一下木炭啊，大概可以剪个四炭左右。差这么多？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先剪一些些，先剪过去给红哥用。所以其实我们挑错工作，对不对？其实这样比较累齁。真忘记了，我应该要把它叠一叠才对，对不对？已经很厉害，已经升起来了。对啊，这没有什么难度，对不对？我好厉害，我哎，还不错。什么还不错？我 pro 的呢？看到没有？现在连生个火都可以变成 MVP。我够大杠的啦！生火组他已经把火升起来，现在需要木材的哦。好，那我们先捡一篮过去。我先拿一篮过去。你们再捡，你们再捡。他好厉害。有些可以捡一些中中的。不愧是红哥。同学，我帮你添了一些木材过来。小心手哦，不要戳到。木材在放的时候要交叉，对不对？对，要交叉，才有空气燃烧。我已经当过童子军了。哎，这是捡到的吧？对，我们刚刚捡的。他捡的哦。火稳定以后再用大的。超稳定的，跟我的个性一样，超稳定的。回去就发现，哎，红哥真的很顺利，不愧就是生火能手。就以后有需要生火的工作，就交给红哥就好了。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想说，我第一次用一根火柴就可以把那个控窑整个烧起来，我自己也蛮讶异的。有一点这个误打误撞，我不晓得这样子排列木头啊，它会有空气一直会上来，所以有助于火势的蔓延。哎，这点我觉得还蛮骄傲的。感觉可以越来越粗，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粗的，它应该都可以了。哇，他真的把火升起来了，他真的好厉害耶！想不到，他果然是生火组的那个从小在控窑冠军。粗的粗的，哎，这爱学多久啊？就烧一世人，它这个会变碳，好像要换粗的，要吗？应该可以换粗的，好像蛮稳定的，超强。各位同学，可以了，嗨！来禀报最新的消息，我们的木材够了，够了，好耶！这一篮我们再拿回去就够了，没事没事，走走走，可以，慢慢走，好，可以可以，扶着我的肩膀，没事，好，可以 ，Let's go， 好，走。哎呦，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了不起！我就说，我待会已经看到你们两个那种惊叹的样子，哇，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偶像！开玩笑，好优秀哦，一人讲一句说佩服我的话，红哥，你真是我
进这个圈子这么久，第一个如此佩服的人。这个我接受。红哥，你是我见过最会摇的男人。控摇。最会摇。我站前跳舞，你应该没有什么心意吧？红哥，你是我看过最火的男人。你看还火了，都烧瞎了。对啊，陆陆续续开始升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去处理我们要吃的食物，所以我们要去洗食材。我可以丢，可以丢吗？你要留是不是？你要不要玩？好，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妙，你就大叫，我们就会出现了。就说会花你啊，你就大叫，我们就会出现。好，不要让它灭掉哦。我们靠你喽。你一只手扇风，一只手扇扇自己，扇自己。有助燃哦，好，开始丢。好大好大，真的是蛮热的，需要一直扇自己。当然控窑就少不了一定要有地瓜，然后还有鸡蛋，还有这个最神秘的桶子，我们把它称为鸡桶子，里面就会有鸡。对，我们今天啊不是用整只鸡，我们是用鸡腿的。哦，对，所以每个人都吃得到。太好了，对，而且还有准备饭，而且这个饭是料理过，大家最有名是什么？芋头，所以里面那个饭是有加芋头的料。哦，我们这个地瓜呢，含鸡腿，我们只要把它外表皮清洗干净就好了，而且地瓜是不用包任何东西的哦。好，这样空起来含鸡腿打回开和夹。哦，鸡蛋我们外壳一样先稍微把它清洗干净之后，因为鸡蛋啊，它怕一下子快速的熟了，它会快速的膨胀会裂掉，所以我有准备这个报纸。嗯，我们一颗鸡蛋啊，洗干净的拿一张的这个纸把它包起来。对，控窑里面有火在烧，对，报纸遇到火会怎样？会烧掉，烧掉。所以我们要包好报纸之后，再用一些水把它报纸湿湿的，冷却，不会放进去一下子就烧掉了。那我们就一起洗哦，一起好了啦。地瓜很多条。这个也不好洗了，这要慢慢洗，就要小心。哎，红哥，这样子做家事对腰比较不会伤。你看我的姿势。哎，你这样子在深蹲呢？对，就这样比较不会伤。可是这样会用到你的那个核心哎。对啊，你这样拱着，对身体比较不好。哦，是哦。对，挺胸。哦，这样子哦。对，微微的。哎，好像是。不会，看我也敢靠呢。不错哦，你们这样很像学生。老师，我们这样对吗？是这样子洗的吗？很好，你看，哎，洪同学，你专心哦，你没有洗干净哦。像这个头这边也要稍微刷一下，把那个土洗掉哦。老师，我看不到，我要歪惨的，你才在搞。好累哦，老师，我的手好酸哦。好，老师，鸡蛋洗好了哦。好，不要理你们了哦。我没有这样生过火，其实。对，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子生火。老板，我想问，像这种已经帮我们准备好的，跟田里的控窑有什么不同？田里面的控窑啊，你需要看天气。如果一阵子都是下雨的状况，那个田都稀巴烂的，变成说那个要控窑就没办法用。湿度太高。对，再来前一天下午就要先去翻土，就要准备，事先准备工作蛮多的。然后我们这个是改良过的，就是不用这么前置工作这么多。对。而且我们吃的东西都是放在里面，是相对是比较干净卫生的。不是在田里控窑，就是让我们比较轻松的就可以体验控窑中的精髓的每个步骤，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啊，这个行程好好玩哦。然后我就想到说啊，如果是我爸爸还在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这个行程是很赞的行程，就觉得大家都一定可以带全家大小来这边。你们洗好了是吧？啊。有生不灭，没有做过家事这样子，哦，腰好酸，哦，这样就腰酸呢。来包鸡蛋喽，来来来，火很稳定是不是？对，哎，小心，现在等它烧完。我们现在要包鸡蛋，对，那待会我们是就包起来，包好，我们待会就直接用这个水泡，对对，用水洗手。
感情升温啊，情感的粘稠度又更加的上升了，培养出一个默契，速度也越来越快了。那我们现在火啊，就是要让它烧，一直烧，烧成变成灰烬，最后要把它整个封起来，对不对？对。可是锅盖跟窑的中间还是会有缝隙，那个热量都会从缝隙跑掉，然后所以我们要怎么封那个缝隙？我们要去田里面挖泥巴，就像旁边那个吗？对，我们要挖泥巴回来，然后把那个缝隙都用泥巴封住，让热量不会跑掉。那个泥巴还是需要加工过。我们要踩过才 Q，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脱，准备来脱鞋子、卷裤管、打赤脚吗？打赤脚，好久没有打赤脚了。往那边，哪里？我们往这边来。好，同学们，我们上工喽。哎呦，好泥的泥巴。回来的时候就那个。我先挖半桶，踩看看，半桶就可以，直接踩进去。对，踩 QQ。哎呦喂啊，好冰啊！哎呦，哎呦，真的是真的有点深哦。加水而已，它就变成烂泥巴，所以它很黏的，很黏，真的很黏的。膝盖微弯，保持重心。你以为在溜冰？李老师要教导核心肌群怎么练？你以为是在穿溜冰鞋？大家保持重心，重心低一点，重心低一点。有进去，会进去，会陷进去。好酷的感觉哦！就冰耶，对，很冰，很冰，很冰。不要跌倒了。好冷哦，好冰的，很冰。他就开始挖进去。你怎么陷不下去？你太轻了。对，你太苗条了。对啊，你为什么还在？我为什么还在泥土上面呢？你怎么在这漫步在泥土？还是其实你是会轻功的？为什么我这么里面？对啊，我怎么陷不下去？陷在里面。踩 QQ 的马蹄就可以把泥巴挖到桶子里。真的，如果我们固定一个人挖可以吗？可以啊。还有声音出现，像不啾不啾，像浩辰说他要放什么一样，水屁，那个，我可以在这边尽情的放屁，各种水屁，真的会整个陷下去。好，可以开始挖泥巴了。好，好，我起不来了，我。严正男他有擦指甲油，我的甲，我做钢铁狼，做钢铁狼，这样做钢铁狼，我要做指甲油。你在挖的时候稍微这个手摸一下，其实再把它分开一下，其实蛮疗愈的。我真的是做钢铁狼，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你是在地的，我没有碰过窑啦，快快变，我一点都没有那种。人家误以为的所谓的优雅存在，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说踩泥巴干嘛？其实我小时候常常做，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要非常没有义气的先离开你。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站不稳。真的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站不稳。真的吗？让我站不稳。你可以稍微有点这种硬度的，不然你那边要很久。对。哎呦，这么有经验哟。你是不是偷喷我？谁？为什么？他眼睛也用到了。所有的镜头都在你脸上，因为我刚刚挖了一大坨，然后我用丢的，然后他自己反喷上来。怎么会这样？我想说我可以干干净净的，就是把手跟脚弄脏就好了。结果没想到竟然喷到我盛世美颜。Oh my god！ 没事啊，就是有一点泥土在脸上，也还是帅。自己有重温童年的那种感觉，踩起来当然是觉得很接地气，但是你会想到说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经过的，就会有一点点思念小时候的自己。走回去慢慢走，这个破该不得了，这个破该不得了，哦，好重啊，哇，泥巴摔跤，哇，泥巴运，好，大家慢慢走哦。你小心哦，你这样会滑哎。OK OK， 好。哦，很久没有接地气了哦。好接地气哦，这个活动。哇，哦，这个泥土在脚上有重量。对呀。很重。好像穿了一个鞋子在脚下的感觉。有分量的鞋子。好，我们来准备放食物喽。好，放食物喽。我们等一下要放地瓜跟鸡蛋。地瓜，那哪一个先放？我们先放地瓜。先放地瓜。对。
过这个铁会烫，你要小心哦。哦，真的，不要去摸的。他越来越了解我。对啊，其实我们也都慢慢了解你，不是只有他。对，没有，我是想要尝试一下。这好玩哎！哎呦，看起来蛮好玩。做头锥，你知道吗？看起来不好标不？你应该也都刮到了。红哥交给你了。哦，你说这个地方捏个造型？对啊，你可以捏个造型把它叠起来。还捏个胡椒饼。捏个胡椒饼。对，捏个胡椒饼在上面。好 ，OK， 那我们这个控窑啊，就需要等待它焖的时间。多久？它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么久？嗯，所以这么扁呢？在等待它的过程，我们等一下要准备来做菜宝柜。哦，好，那我们大家去洗手吧。好，洗手。我们要做什么？啊，去洗手，去冲水。快点，红哥去。红哥，你要冲水？烫到了，真的吗？烫。冲水，你去给我冲水。因为我很怕你为了没有啦，没有啦，一直在等着。这就是一般妈妈的反应。冲水，去冲水。然后我就是严厉的妈妈，你为什么？那不是小孩子说啊，好笑，爸爸。耶，这我有四个心情。去冲水。快点，红哥去。红哥，你要冲水。你果然是一个袖珍的家伙。这就是呢，对，还要用呢，要用布干呢。妈妈骂我呢，不好意思，冲水没关系啊。好可爱。首先那个铁盆里面啊，白色的那个是糯米粉。等一下我会加这个热热烫烫的东西啊。一般啊，外面有这样写，不要摸，否则就会有这种小屁孩，然后你拿起来，像我这种很多哎。好，我们的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好，这个是用向日葵。我们今天是做向日葵的菜宝柜，哎，向日葵的口味的，向日葵可以吃啊，可以。我们两个快结尾连你吃了。OK， 好。哎，你也不知道吗？向日葵可以吃哦。可以，向日葵的种子在室内的繁殖成花苗，然后花苗就很像绿豆芽，摘起来然后把它打成果汁。就它那个刚长出来那个芽。对。哦。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要自己做自己吃。对。那要怎么知道谁是谁做的？我们还要捏造型。哦。哎，我们来互捏彼此好不好？彼此的一个象征。眼中的你，眼中的谁是怎样的？我们还要用什么东西来装那个菜宝柜？等一下会用叶子。叶子。在这。对，好，不是我牺牲叶子。等一下，我们做完要捏造型的同时，等一下我会带你们再去拔叶子。这个就是向日葵的味道，就花草的味道。嗯嗯嗯，花籽啊，嗯嗯，对，很像茶叶的味道，对，乌龙茶的味道。要不要我来？可以换几个，哎，真的热热的，很好玩，摸起来很疗愈，蛮疗愈的。他在南龙宫做柜有三关，第一个关就是容器铁盆要光，所以一个人可以拿着饭匙啊，把那个边边摆摆的，不要浪费，要珍惜。第二个关就是手要光，就是手上的材料不会都粘在手上。第三个关就是等一下会变得面团光，哦，会发亮的，对，发亮的代表已经有 Q 了，有 Q 的，可以。哎，红哥，你摸摸看，很温暖，热热的，对不对？好了，不要演了。你就想要趁机摸我的手吗？来，很温暖的，你摸摸看。连主场景从溜冰场到这里，你要回他去洗手。分十等份的同时，谁要跟我去摘叶子？哎，你这可以把它弄成一只鳄鱼哎。红哥，我们要分成四等份。我跟你去好了。等一下，这个馅料是？这个馅料是我们自己在炒过的、调味过的，这个叫萝卜丝菜包蒂。对 ，OK， 我们去拔叶子。好，分成四等份嘛。对啊。这里真的蛮有趣的。好安静。红哥啊，其实哎哦，比压线了，对啊，包线了，好快哦，已经在包线了，反正都是自己吃的，我喜欢吃不熟的，好快哦，奇怪，好
进度超前的。对啊。哇，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变天？这几天东北季风有进来，所以我们这边会有。我本来看天气是现在是晴天呢，来到这里我吓一跳。你看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风力发电机，表示我们这边风很强，所以我们农夫他们要种很多的树木要挡风的，这个叫做防风林。防风林有一种叫做黄槿，它的叶子就是可以拿来做我们菜包柜的垫底用。然后我们等一下，是比较圆形的，是这个嘛？对不对？这种爱心形状。等一下你就找这种大一点的。你说要摘多少个？我们大概十个。十个哈。这应该够大，应该够大。好喽，啊，所以我有采了十一个，因为这个后来比较看起来。那我们等一下就看他们要哪一个，让他们选。让他们自己选。OK。那我们要回去洗叶子。好。OK。哦，这个叶子好可爱哦。刚刚采的哦。圆圆的。对，爱心形状的。哦。嗯。哦，好漂亮的叶子，好漂亮的叶子。看起来好不好吃？看看每个人猜很多腻的是什么？哎呦，叶子来喽！请，我帮你先搓叶子，妈妈你先搓好了。哦，我先帮你搓了一个圆的，对，然后可以捏成自己想要的图案。好难哦，完全无法塑形。这好像是我们这三天来最安静的。哇，你做的好漂亮，而且很单纯呢。嗯，跟我一样单纯。对啊，好厉害哦！我一看就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觉得我这次这两个小男生、小女生都很有艺术天分。对啊，我真的没有什么艺术，因为我真的不会画图。骗假骗假，我很笨。你在翁来对不？哎，你在这里啊！熊大爷翁来，希望大家能够旺旺来。你看，都有意义。啊，这是叶子，叶子上面一坨是吗？想要做一个叶子，后来发现我捏不出叶子的样子。其实后来我讲，它是个荷包蛋。荷包蛋配叶子，这里下面煮。啊，这个它这个是什么？乌龟。这是什么？鳄鱼。对，最长寿的是乌龟。希望大家真的耶！哎，这样讲有像。啊，你的那只狗是什么狗？围巾啊，围巾哦，他答对了，真的围巾，对。啊，另外他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好像是雨滴吧。围巾就是我们很贴心的、很暖心，对他真的就是会带给我们伙伴们每一个人各种不一样的温暖，包括他的撩妹，虽然没有撩到我，但是因为我检讨你比较不好。逗乐我，真的哦。过程里面有什么困难，他都会马上，你也不用讲，他就会很快。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比较吃亏，都没有显出你。对，因为他很快就挺身而出，我说我有人冲出去，后面是你追，站在后面。我刚后面是你追派我出去。所以第一就是代表那个我们的小妈妈，她会视每个人个性，然后是会去配合每个人不一样的。他会注意到很细微，比如说像开车，其实他是发现到他没有睡饱，他就会自己说我可以开。他这方面其实他蛮主动的，对对对。然后他比较没有想到说大家都不放心，他想说哎我要开车我要开车，他就坐到驾驶座上去。我说啊你上去，你有顾到我们三个要给你载吗？他就上去了。这个是排气孔，排气孔，对，所以这是一个屁股，然后一直在排气。所以鞋底的，这样好好猜哦。这个是你几龟几龟？这个形状灰溜溜，火绿的火绿的火绿溜。我本来以为它是握寿司哎。啊，这嘴唇吗？嘴唇，这嘴巴哦。哦，你看这个六月圈真的圈嘛？对，因为它有叶子。哦。原本的开头想法是我要做一个薄的给我自己吃，然后发现想说，哎，放在叶子上好像可以。写拳哦，因为拳很好用筷子呀，所以就叶拳真好吃，就很不好，很不好猜哎，对啊，对啊，牛，对是牛，哎真的，它还有那个鼻环，对，这是我金牛座，好可爱哦，就是很有质感，好可爱哦。真的是质感人，他那个鼻环好可爱哦。糟糕了，我觉得他的才华比我多。没有吧？是中文吗？不是，你不要想这个问题，本来就比你多。对，这个很难猜耶，他捏这个我就觉得，其实他也是
水滴啦，一样的啊，真的吗？对，也是水滴。哦，这个是代表叶子节啊，就是好像水一样，很温柔。所以是冰，然后又是水，水水沟。我对他那么凶，怎么会温柔？不会啊，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一面。哎呀，真的哦，这是跟我想要捏的有点不一样，有点出入啦，就没有那么容易捏。是什么？一团火。啊，好，帮我上一些那个特效啊，就是火，哎呀，你就是像火一般的男人的生活。对，刚刚我不是讲火一般的男人，对，但是火没有我想象中的好捏。那我们是不是就把它放进去了？啊，这样子放进去是，嗯，几张扣几来啊？那我等一下就把它拿进去厨房去加热去吹手。好，要多久？这个大概半个小时就好了。哦。为什么闪光灯的声音？我不知道哎，这边那个露线了，有音响。哎，需要扶起来。手机，小心哦，小心。爱护老人，好不好？老人家，珍惜老人。我们可以去吃。哦，走，可以了吗？可以。好，吃什么？哎，我们的那个窑啊。哦，先吃这个。你们有做记号啊？那我们要自己要有仪式感。哎，老师已经好了，是不是？可以了。哎，它土还是软的，对，因为它时间不会那么久，所以还没有办法痊愈。那个高点的话，现在可以了吗？可以，好，小心哦。好。好，那我们要先来夹鸡蛋。像这一锅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锅。好，两只手。哎呦，就可以当两次。好，我们去起锅出炉。到桌子那边。神功了，餐具。哎喂！完蛋了，红哥被你带坏了。教坏小孩子。不是啊，那也是一种民俗记忆耶。民俗记忆你都说得出来。哦耶！哎，这好香。来，我们刚才做的菜包柜出炉了哦。好。哦，哇，哎，它没有变形，这么厉害呢！哎，我的围巾变得更温暖呢。哎，真的，嗯，很可爱。哎，我的凤梨变得更旺了。鸡腿开锅喽！哎，它是先包着的，里面还有一层呢。好，还有香菇哎，它是汤，它里面是鸡腿的。哇，喝汤，谢谢老板。赞，我也想喝汤。哇，好香哦！香喷喷，有没有？好像，好软嫩哦！骨肉分离，骨肉分离呢。哦，好多鸡腿哦。要熬很久，用都是腿，不断的。哇，这么多，到底有多少个啊？谢谢，超好吃的。OK， 请用餐吧。谢谢。喝个鸡腿，不是吃个鸡腿。好啊，一个腿。谢谢。250。好贵啊！好贵啊！超烫，好喝。好喝啊！乌龟快变成恐龙了。猪肉好嫩啊！我们真的是不会做，退休高了啊，太厚了啦，真的是自作自受。我们该把它弄薄一点的，可是还是蛮好吃的。太厚了，我的太厚，你的好，我的薄的，你的分布很均匀。哦，这热汤这样好舒服哦，超贵好加呢，好吃哎，好吃好吃的，好香哦，好 balance 哦，就是它的皮有一点糯米的那种甜味。然后纤维有点像咸咸的，综合起来很舒服。哎，好吃啊！其实你有吃到萝卜丝还是很好吃。嗯，就是甜甜的。那个贵。叶子是有关系的呢。当然，叶子是香的。对啊，哇。然后，对，叶子是香的。
应该不太是这个。这个我们可以吃。那个桂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它那个面团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了，完全是我喜欢的胃口。萝卜丝有先炒过，然后有一点咸味，就咸甜咸甜的，就是我没有那个体重上的考量的话，我可能会把我自己做的都吃光光这样子。那个真的很好吃，是他跟我在九份吃的叉蛙桂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它的主力，它的糯米的那个皮啊，更嫩一点点，而且有一点甜味，我很喜欢那个味道。这很黄的耶。哦，里面是黄金色的。你把它讲。这种应该很甜。这种应该是那种属于比较香的那种。哇。黏腻，真的，这个用焖出来的鸡汤跟一般的那种炖的鸡汤真的还是不一样。它所有的精华都锁在里面。对啊，好像像那木炭的那种炭烧的味道。它真的很甜呢，那个汤很甜。哇，超甜。这个蛋好像特别弹哦，弹力十足。可以打乒乓球。嗯，这个真的是可以打乒乓球的弹力。哎，不错，我真的是第一次来玩这种东西，还蛮好玩的。这个鸡腿他们真的是不惜成本的在给耶，很好吃。对，今天真的叶子姐姐安排的都好好吃，有改观，但是我觉得那个改观的因素是在于你跟什么人去，那个过程是有趣的。然后等到那些食物真的我们自己做的食物搬上桌，饭也特别香，然后那个汤啊特别甜，那个地瓜好好吃，觉得不太一样。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我是少年郑得意，跟着我们去旅行，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加，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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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